电动刮胡刀啊，然后所有凡是要充电的，所以就是像他们上面也有说，手机要充电尽量请大家带行动电源，好吧？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没这么多电可以给大家使用，你看每个人都充一次手机电就爆炸，我们的电量就爆炸了，好不好？所以就请大家带行动电源，那再就是电子烟，就算你带了也不会给你抽，然后等到后面就是干部也会说为什么你还是带电子烟。蓝牙耳机，然后小米手表，我们就是只能带一般的手表，不能带有可以滑界面的，然后就小米啊，然后那个 Watch 啊那些，槟榔，然后维力书刊，刀子，因为之前有发生路生在那个，刀刀对，就是因为你这样子只会让大家，哎，为什么？带这种东西进营区，然后因为每一次抽奖都一定会有干部确实的会去针对你们的包包实施安全检查，那我们避免被这些就是被检查之后，你又会被干部这样子问东问西，那我就是尽量减少带过来，被人家会就说为什么要带，你就干脆不要带就好了嘛。OK，就以上就是这些东西。当然就是是啊，毒品，那个都不用讲，就是这个毒品，所以他什么对吧？什么都没因回为，答到，那可以再问吗？嘿嘿嘿。